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，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？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。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？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。2016年1月16日，星期六，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，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。